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是由 JY 为大家带来的新一期的这个克制讲堂啊。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位特别受大家喜爱的上单英雄鳄鱼啊，这个荒漠屠夫啊，雷克顿啊。这个鳄鱼呢，一直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上单型英雄，能肉啊，能控啊，并且呢，机动性强啊，无消耗啊，然后有回复，都是他特别厉害的这个点。并且呢，鳄鱼呢属于这种入门门槛比较低，所以这个英雄的出场率有着很不错的这种表现。当然了，想要精通还是比较难的。鳄鱼的爆发力呢很强，但是同样需要一定时间打出足够的伤害。机动性呢，比较依赖于自己的 E 技能。没有 E 技能的情况下呢，鳄鱼还是机动性会大打折扣。Q 技能呢有不错的这个恢复能力，但是面对强大的这种爆发型英雄还是吃不消的。好，那我们针对这三点呢，可以找一些比较克制鳄鱼的英雄。好，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玩的，哎，这个迅捷石猴提莫，胜率对战鳄鱼有 57.54%。 啊，这个提莫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了，那可是非常厉害的啊，因为这个提莫这个英雄他相当克制鳄鱼。提莫呢，他是一个中距离啊这种消耗型的英雄，打法呢，比较属于这种AP 啊，然后 AD 都可以玩。那么 AP 流呢，以 E 技能和 R 技能持续输出为主，然后 Q 技能呢，这个属于一种爆发的伤害。面对拥有回复的这种半肉英雄呢，没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啊，反而呢会比较难打，并且呢，在这个团战中呢，作用也不是很凸显。经过大家的开发呢 ，AD 攻速流的提莫配合冰锤啊，这个飓风啊，走这种输出的这种路线的这种克制型打法呢，效果特别好。那么在对线的时候呢，对抗鳄鱼的时候也有非常好表现，因为呢 Q 技能致盲呢可以化解鳄鱼 W 技能这个爆发的晕眩，那么 W 技能呢可以配合大冰锤啊，可以说达到了非常高度风筝的这样一个效果。许多这个没有控制和突进英雄都会被提莫玩死。 E 技能呢是一个持续输出技能，那开始我们就说到啊，鳄鱼的机动性依赖于它的 E 技能，伤害的完整性需要它的 W 技能，而提莫的致盲呢，如果可以抵消到鳄鱼的这个 W 技能，那么仅仅只有 QE 的这个鳄鱼呢就不足为惧了。而依靠 E 技能呢作为突进的这个技能来说的话呢，我们提莫呢也可以靠自己的 W 技能来瞬间加速啊，拉开距离。中后期有了冰锤和这个风包括一些加速手段的道具之后呢，包括像破败等道具啊，我们还是可以方便风筝的。所以说提莫呢也算是克制这个鳄鱼在这个英雄池里面排名靠前的一位英雄。首先说一下他的出装啊，多兰剑加上血瓶，这个没有太大争议，有一定的血量呢，同时还能提供更多的恢复力和攻击力。那么中期呢，我们可以以这个绿叉啊幻影之舞作为中期的核心装备啊，这件道具呢提供了比较不错的这个攻速暴击属性啊。而且呢，独特的这种被动啊，7%的这个移速加上12%的减伤，大大提升了单挑的能力啊，然后还有以及这个生存能力，算是一件攻防兼备的这个属性的道具了。其次呢，可以选择冰锤作为一个核心装备，700的血量啊，30%减速，让中期提莫又肉又恶心人，后期的优势呢，再补一个黄叉备用即可。如果对面呢，如果对线的时候我们被抓了，劣势情况下呢，可以出这个守望者铠甲来提升一些物抗，也适合呢这个面对中单也是 A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出六个神装呢，我们会以这个幻影之舞啊，这个冰锤、飓风啊、死亡之舞、破甲弓、攻速学啊为主要的这个出装。当然了，我们可以把早期啊出成一个破败，破败也可以早期提供这个单杀的能力。这里呢，大部分装备没有任何意义啊，除了死亡之舞呢，这件装备啊，这个提供了不错减 CD 攻击力和回复能力。特别呢，还有它的被动啊，可以防止我们提莫被秒杀啊。身为这个嘲讽脸的提莫，这件装备还是比较可观的。还有一定的这个，还要说一下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追求生存能力，可以选择春哥甲啊，或者说出这个蓝盾。符文方面呢，我们这边呢会选择常规的 AD 攻速符文，然后稍微改一改，
就是红色这边九个攻击力，黄色这边的护甲九个，蓝色这边的攻速九个啊，这个精华依然是攻速三个。这道符文呢，最大化的可以发挥出提莫一技能的这个效果，所以采用了这个蓝色攻速的符文。天赋方面呢，我们点出这个18、12、0的天赋啊，以战争热诚为主要目的啊，然后高攻速下呢，热诚的收益对于 AD 英雄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选择热诚天赋。然后加点方面呢，我们主 E 啊，然后这个副 Q 以及 W 有大减大，然后利用 Q 技能和这个平 A 带有这个 E 技能的效果消耗 ，W 技能用来追击和逃跑。这要是这个，我们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引燃啊，当然了，疾跑、虚弱也都可以，看个人喜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段实战操作啊。首先呢，一级学 E 技能这个问题不大啊，一般呢一级的时候鳄鱼学 Q 技能比较多。啊，如果对手选择先学 Q， 那么你可以采用压制思路了。当对手想 A 兵攒动的时候，就利用自己的这个射程优势去攻击他。二级的时候呢，学习一下 Q 技能。这个时候鳄鱼如果学习了这个 E 技能的话呢，他开始有一个反打的能力，那么但仅仅呢也是一个反打能力而已，因为二级的时候呢没有 W 这个加持的鳄鱼，提莫呢可谓是无惧啊，他近身。这个鳄鱼通常连招呢是 EAQAE 啊，这个在前期普攻伤害其实还是非常高的。而提莫呢Q 技能呢可以很好的这个瓦解鳄鱼前期的这个两个普攻的伤害，唯一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在这个消耗的过程中轻易把自己的 Q 技能呢交了，在前期 Q 技能伤害并不高啊，更多的是用它的这个致盲效果。三级之后呢就开始真正博弈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鳄鱼的一套爆发是非常恐怖的，一上来A 加上红怒 W 再加上 A， 然后再加上这个红怒 Q 再加上 AE 一套，在短时间内呢打出相当恐怖的这种输出。但是呢这套输出呢是抛开个人操作原因的，W 技能的这个控制时间是让鳄鱼打出这套伤害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提莫的 Q 技能致盲效果可以轻松这个瓦解这个状态。但致盲呢只有 1.5 秒，过早过晚使用的都会让效果大打折扣。那么什么时间点使用是最佳的呢？那就是说鳄鱼一上来的时间点，因为这个状态下鳄鱼都着急打出一套伤害它是会 EAW 甚至直接 E 马上 W 就交了，所以呢看到 E 的瞬间其实这个时间我们交 Q 技能是不会错的。核心的这个提莫玩法呢还是走 A 风筝，走 A 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如何风筝？那么前期利用 W 技能，中后期用冰锤再配合这个冰锤的这个减速，我们保持攻击距离就非常简单了。那么中期呢，我们因为有了这个装备的支持呢，特别是绿叉加冰锤的组合呢，可以大大提升提莫的自身的单挑能力和风筝能力。前者是对线的这个核心能力，后者呢则是提莫自身的核心能力。那么冰锤呢附带的这种高额的生命值，配合绿叉的减伤，再加上 Q 技能的这种致盲都可以很好的抵消到鳄鱼的普攻以及 W 技能伤害，生存能力呢可以大大提升，并且呢六级之后有了这个蘑菇做眼压线压制什么都可以更加安心了所以说整体来讲呢，提莫还是非常克制这个鳄鱼的。好，那第二位英雄呢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重装战士型的上单英雄有着这个 AOE 的这个单体爆发也有这个能肉的特点，并且呢还有这个回复以及真实伤害这位英雄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断头台，也就是这个诺克萨斯之手。他是一位综合实力非常强的英雄唯一的缺点就是腿短然后但呢可以利用这个风暴骑手天赋可以很好解决。诺手在对抗鳄鱼的时候他对于他的胜率有 52.23%， 二者的 Q 技能呢类似都具有一定的恢复手段。那么在前期呢两人呢都可以通过这个恢复属性上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鳄鱼的被动怒气呢可以为其这个技能带来额外的效果，简单的就是说打出更多的伤害，相比较诺手这个越战越勇以及配合自身 Q 技能的这个血量越少恢复越多，那么鳄鱼就会稍微显得无奈一些了。这个出装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出装的话呢，我们出门呢还是多兰剑加上血瓶然后对于自己没有信心的可以出这个多兰盾。中期的装备呢，我们可以出这个黑切加护甲类的道具，
然后特别是黑切，然后这种综合的这个属性非常切合诺手。攻击呢，这个有这个加速啊，攻击力，然后包括血量、减甲啊，这个都是让黑切完美的成为这个诺手必备的一个道具。另外呢，就是这个可以视情况啊，我们出一些这个护甲道具，比如说蓝盾、板甲、日炎钟啊，选择就可以了。正常局势呢，选择板甲的比较多，板甲移速和抗性呢，可以弥补这个诺手腿短的这种缺点。那么蓝盾日炎呢，则是一个偏向于暴击啊，这个暴就是暴击防御以及这个带线了。那么鞋子方面呢，我们可以出这个护甲鞋、魔抗鞋，看对手阵容。六格神装呢，我们可以选择出这个黑切板甲啊，然后这里呢是提供一些参考啊。我们黑切板甲之后可以选考虑出传送门，然后出这个振奋，然后春哥甲啊，然后二级鞋子。那么天赋这边呢，我们可以采用 AD 是用攻速啊，就是 AD 攻速这种为基础的。蓝色这边呢，我们调成减 CD 就行。红色这边呢，我们带这个六个攻击力，三个攻速。黄色这边九个护甲，蓝色这边六个减 CD， 三个成长减 CD， 金花这边三个攻速。减 CD 就不用多说了，这个还是比较通用的。然后我们多带了一些攻速，是因为可以在对拼中更快的可以叠加被动啊，包括连招速度也可以有一个大大提升。所以呢，我们这边推荐攻速符文。这个天赋方面呢，我们说过要点12/18/0的这个风暴骑手为核心加点。那、啊、风暴呢提升，风骑呢提升这个移速和这个移速抗性，对于腿短的英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技能加点方面，主 Q 副 W 啊，有一级 E 就可以了。然后呢，有大点大 Q 技能伤害呢，必须第一时间点满啊。W 技能呢，提升大量的攻击伤害 ；E 技能呢，可以拉近敌方英雄的这个控制技能收益啊，比他的这个收益比不上这个 W 技能。召唤师技能呢，我们可以选择闪现加疾跑啊，疾跑呢也是增加了诺手机动性。说白了，诺手就是缺机动性，我们靠其他技能来弥补。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啊，出门呢学习 Q 技能，这个问题呢应该不大。一级呢双方没有太多可操作的地方，唯一需要操作的呢就是说鳄鱼的 Q 技能和诺手 Q 技能射程方面类似，并且呢鳄鱼的 Q 呢是瞬发，而诺手呢需要一个读条时间，可能呢鳄鱼反而会更胜一筹。这里呢就需要这个。注意啊，不要光注意用 Q 消耗啊，最后呢反而被鳄鱼打一下，自己都没碰到它。不过呢，单论伤害而言的话，依靠基础伤害，诺手还是能够更胜一筹的。这个 Q 加上自己的被动，然后都要比鳄鱼的一个单纯的 Q 技能伤害高一些。我们可以利用蓄力的这个时间呢，来移动这个特点，蓄力啊，接近，快速撤离，打出一个伤害啊，或者说直接硬面换血都可以。和鳄鱼呢作为比较的话，相对来说呢，我们大家都很依赖三个小技能啊。不同的是呢，诺手啊在二级就拥有了一个连招的基础啊，就是 AW 或者 AQ。那么相比较之下呢，鳄鱼在没有红怒 W 的前提下，和诺手的这个 Q 技能伤害差不多，并且呢0.75秒的一个晕眩呢完全不够看啊。这样呢，诺手在二级的时候就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激进的打法了。近身啊 ，AWQ 打出连招啊，打出这个风暴骑手，然后即便呢鳄鱼 W 晕眩也不必着急，等晕眩结束，因为诺手被动原因呢属于越战越勇的英雄，所以呢相比较其他英雄打完一套之后就可以安心补兵了，诺手呢完全可以上去继续刚一波，打出这个五层被动，至少40点的这个 AD 加成在前期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三级的诺手呢，可以就是和之前二级的相比呢，简单来说就是多了一个拉回的属性。在这个残血追击或者被控制拉回的时候呢，表现都不错。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打野他的位置啊，需要这个跟打野及时沟通。对面呢强控型的打野在配合鳄鱼的这个红怒 W， 有可能直接一波把我们杀死。那么三级呢，可以是适当的，我们可以考虑怂一下啊，然后注意不要把 Q 交得那么快，否则敌人很快可以用 Q 技能这个真空期来打我们。中期有了装备支持呢，特别是有了黑切加护甲加上这种血量的这种类似的道具出来之后呢，诺手啊，我们这边的这个生存能力呢其实大大提升的，并且依靠E技能的这个减甲啊，配合黑切的减甲，可以打出非常多的伤害。并且在前面我们说过啊，被动呢也是额外可以有 AD 加成的啊，这个穿甲呢几项合一，诺手可以在短时间打出非常巨大的这种输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诺手想打出最大化的输出必须叠满满层的被动和黑切的效果，这个再快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提升诺手生存能力的时候呢，也是能够让他能够有更好的战斗时间啊，也是最终的目的。并且呢在中期呢，因为身板呢和技能等级的提升，
诺手在面对打野的时候也不真的不用特别慌，并且呢我们威胁呢会对对面越来越大，被动的这个攻击力配合大招，让诺手呢可以快速做成一个秒杀一个人的效果，让局势从二v一变成一v一，并且呢大招的击杀之后还返还 CD，被动呢直接可以触发这个五层效果，让这个诺手的战斗力呢反而爆表。那么中期和后期呢消耗对手手段其实差不多，但是呢自身的这个身板呢更硬啊，还是让我们浪起来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朵玛西亚之翼奎因这个英雄在对战鳄鱼的胜率上有 58.27%。 奎因呢算是一个上单克制英雄的常客了，毕竟呢高爆发防突进减视野包括滑翼这种操作连招也非常多，在对抗鳄鱼的过程当中呢，奎因可以利用射程优势可以很好压制住鳄鱼，E技能在防突进的方面非常强悍，在面对鳄鱼的E技能的这个突进的时候呢效果极佳，并且呢在追击的时候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被动呢和 Q 技能呢能够更多的对于连招的伤害这种增加呢以及骚扰这种伤害有提升之处。出门装方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多兰剑加雪瓶，然后中期的就是以核心的这个幽梦和电刀为这个核心装备。幽梦呢它属于合成平滑，然后有较高攻击力，不俗的这个护穿以及一定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加速能力，这个装备呢比较切合于这个各种灵活的这种 ADC 刺客，虽然说呢攻速属性移除，但是呢现在依然可以作为首选装备。另一件呢则是电刀，电刀呢则是对攻速暴击移速无碍伤害清兵呢都有一定的提升，它属于中前期呢极为重要的一个攻速的这种获取的装备。神装呢我们还是比较自由的啊，这个极限输出呢我们可以出这个死亡之舞加青羽，攻防兼备呢可以出黑切加血手加上冰锤以及引魔刀都可以。板甲这边呢我们是真哥，然后类似于这种防御性的道具也是比较值得选择的，常规的对局情况下我们就出这个幽梦电刀黑切死亡之舞鞋子加青羽啊就可以了。符文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减 CD 和这种攻速的符文。奎因呢它是一个需要一定的攻速来提升频率骚扰这样一个英雄，所以呢我们在配合技能打出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这样啊，就是红色这边固定九个攻击力，然后黄色这边固定的九个护甲，蓝色这边是固定的九个减 CD 以及三个成长减 CD， 精华这边呢是固定的三个攻速。那么天赋方面呢我们选择18120点出战争热诚 A 技能 A 再接技能的这种连招顺序呢配合这个被动可以让奎因的普攻成为这个重要的提高输出的一环，并且呢利用 A 技能接 A 的这种特性呢可以极快的叠加战争热诚的这个层数，算是最切合这个奎因的天赋了。加点啊我们这边主 Q 负 E 啊有大点大 E 级 W 没有太多争议。那么一级呢我们学 Q 技能，不过呢可以不着急学技能，如果遇到一个一级学 E 技能的这个鳄鱼呢我们学 E 呢也是非常爽的。通常情况下学 Q 技能原因是因为 Q 技能可以不仅能骚扰还能有一个小的优异啊，可以在这个对手临近兵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消耗的效果。二级的时候呢学 E 技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骚扰了，如果 E 技能的这个灵活效果呢它是可以非常克制鳄鱼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鳄鱼如果二级学习 E 技能，那么千万不要过早交到我们自己的 E 技能，鳄鱼否则呢被鳄鱼 E 上来难免我们会被他打一套，不过呢在二级的时候鳄鱼他自己倒是没有 W 技能，那么就算 E 上来呢也不会说特别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利用 Q 技能减视野的效果很好处理这个问题。当被鳄鱼 E 技能近身之后，如果没有 E 拉开距离的话，我们可以用 Q 技能减视野，然后来大大干扰鳄鱼的状态。那么三级之后呢这个奎因的这个消耗手段呢一定要谨记 E 技能在鳄鱼不交 E 啊你就不要交的这种核心思想下进行了，因为鳄鱼有了三个小技能 E 啊然后接 AW 加 EQ， 这个对于奎因这样脆皮来讲会非常伤，与诺手呢相比较会非常难受，而 E 技能呢是非常好克制鳄鱼的一个非常好克制鳄鱼突进的一个技能，在这个鳄鱼突进后呢 E 技能呢可以最大化拉开距离，那么奎因的射程呢是525，而鳄鱼 E 技能的这个突进距离呢是450，完全可以让你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并且呢 E 之后呢这个停留的位置呢也是普攻最大射程这个525，然后完全不惧这个鳄鱼的二段突进。相比较其他英雄我们知道啊奎因他自己有着极强的侦察的这个效果， W 技能呢他主攻效果压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比较危险了，我们记得要用 W 技能啊开下视野以免被对面抓到。
奎因的大招呢，对于这个对拼当中其实提升真的不大，特别是偏向于攻击性的鳄鱼，在红怒状态下，甚至说可以达到秒杀效果。这个时候就非常要注意，我们一定要利用好E技能，然后来进行这个打断或者说后退。其实呢和前期思路差不多，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时候容错率会大大降低，不像之前我们能够吃一套再反塔什么的，这不一样了。中期呢可不敢这么玩了，一定要降低自身的这个失误率。中后期呢，奎因有了二级大招，那这个时候逐渐的从这个对线上面，我们可以转向小规模团战或者支援队友上面。奎因的大招呢，用超强的移速加成，并且呢还可以利用 Q 技能呢，这个结合电刀快速清兵的效果，为自己支援做准备。超强的支援能力呢，在不断的这个可以我们来骚扰中路，甚至达到 gank 完中路再回到线上，甚至说还可以去下路再收割两个人头这种效果。好呢，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对于当前版本什么热门英雄不会针对啊，在我的视频下方和微博下方留言，我呢这边会依然抽出5位幸运观众，每人赠送10000点券啊，那我们下期再见了。